Hello， 大家好，我是蛋粉 Global Equipment。今天我想透过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 Forklift 的安全配件。首先，我要介绍的是一个 2-in-1 的 flashing light。在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 flashing light 的下方是一个 speaker。这个 speaker 当它播出音乐的时候，它可以让你 warehouse 或者是你 production 的人更加提高警惕。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个 flashing light， 它在闪着的同时，它有一个音乐播出。这样这个音乐可以由你来选择，你要下载更加摇滚或者是更加 soft 的音乐都可以。第二，我想和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speed alert system。在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speed alert meter 的同时，它有一粒橙色和一粒红色的灯。那这个灯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打一个例子，今天我把橙色的灯设在 5 km per hour，和我把红色的灯设在 8 km per hour， 今天当你的风力加超速 5 km per hour 的时候，橙色的灯它就会响，那当你的风力超过 8 km per hour 的时候，红色灯它会响的同时，它会发出 alarm 的声音。这样这个 speed alert system 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 forklift driver 驾 forklift 超速的时候，超过 8 km per hour 的时候，他当他响出 alarm 的时候，这样他就可以让周围人的知道这辆 forklift 已经在超速，这样子他可以减低 forklift driver 超速的风险。你看到吗？当这个 forklift 开始在驾的时候，它是没有动静的，当它越来越快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alarm 的声音响出。接下来我想和你介绍的叫做 rear wide mirror。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我安装了一个 rear wide mirror。 这个 rear wide mirror 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打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的 forklift driver 只可以靠着左边的 side mirror 来做 reverse 和右边的 side mirror 来做 reverse。 今天如果你安装了这个 rear wide mirror， 你的 driver 在做 reverse 的时候，同时他可以看到你 cover width 的下方和后方到底有没有东西，这样子一来，它可以增加你 driver 在做 reverse 的时候的 confidence， 同时它可以减轻你的 driver 会撞到后面的东西。今天我的 forklift 安全配件就介绍到这一边。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 forklift 的安全配件或其他关于 forklift 的知识，你可以通过以下的联络方式来联系我。我们下次再见，拜。